大家好，我系夏妙贤啊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我做嘅草与流作品呢，咁、嗯、啊就系、是、属于叫做场面决定做出来的特别草与流作品。日文呢就系バメノソテステ。Hello, how are you today? So this is Dr. Serena. So this is my s o k e t s artwork. And the theme of this work today is the specific scene, occasions or spaces. みなさん、セリーナ、こんにです。

要有一啲慶祝啦，可能係朋友嘅結婚、朋友生個 B B 啊，或者係周年結婚紀念啊，而特別做嘅呢一個草葉樓作品，你一定要有一個主題啦。咁亦都係代表咗呢，你設定咗個場面係點樣嘅嗱。今日我用嘅花材咧，大塊綠色嗰啲葉咧就係叫做 m o n s t e r 就係龜背竹嚇。咁、啊、而紅色嘅花呢，就叫做雞冠花嘅。So the f r o m materials today I use are the Uh, and also the 皆さん、この花材はモンストラとケイド花ですね。 咁而咧，今次因為係純粹係自己，嗯，想做一個咧係祝賀節日嘅，嗯，一個嘅作品啦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就將呢一個鳳來葉、呢、这個龜背竹咧，就做到好燦爛，好似一個環境咁樣啦。咁而中間嘅雞冠花咧，这个、呢個茄袋咧，我就擺喺中間度，好似發放一啲煙花嘅感覺嘅。So、um, the theme today、um, is I want to make an sogetz artwork. Represent the celebration of a certain festival, so the, I use the uh, monstera, the big leaves as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area, and the kedo that is the flower. I use it uh, stand in the middle, and just like the fireworks. kono midori no monstera no ni kedo 哈纳比诺哟，你还嘻嘻 m s t e r 大家好，我是夏妙人博士。今天我做的这个草月流的作品，就是一个特别的场面。我特别做一个嗯，这个作品去庆祝这个择日。然后我用的发财大的、绿的，非常漂亮的，就这个名字叫做龟背竹。然后前面的花我用的就是鸡冠花。然后呃，这个。 Uh, 安排就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华丽，对吗？换 <music> 个角度睇一睇啦，中村草山老师做嘅基本倾真型投入，咁啊呢一个咧主要都系要突、嗯、出咧真、副同埋控三个角度系四十五啦、十五同埋七十五度嘅。So this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eacher Nakamura san.

嗱，另一位老師阿片山紅早老師做嘅作品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喺每一次啦，都希望儘量參加多啲啦，呢個草月樓嘅一啲活動啦，咁今次咧，我就去咗第五十六屆。 嘅呢一個日本嚇、啊、花道藝術展啊，咁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花道嘅流派啦。呢、啊這個呢就係、是、草月流，我哋嘅校長做嘅作品，好靚啊。嗬。咁當然啦，咪咪都要介紹俾你。其實你做誒、啊、插花上堂之餘呢，都要享受下生活嘅。So this is my favorite dessert lately, <laughs> and I hope you like my YouTube channel. So I'm sharing some of the scenery, beautiful scenery here in Kyoto.

一个不同的场面，你可以愛嚟祝賀人哋啊，或者你自己觉得好开心，想展示一下任何快樂的事嘅，我咧就做嚟慶祝節日嘅，用的花材咧就是龜背竹同埋呢個雞冠花的 OK，I、okay, hope you lik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please subscribe and see you next time. Mata kon do e